合影局外人瑶瑶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合影的局外人，我和你说，他就是个木头脑袋。那你还招？这不是有意外吗？算了，不说这个。人都来了，合个影呗。我这边脸不好看，你拿着换点。那你有什么还不准？我脸本来就摔得这么肿，你还躲我后背，自觉一点。笑一个。刘老师，医生说。Hello, it's me. 对戏的局外人。有什么大惊小怪？啊，好吓人啊！他们俩。你打的？你打的？是你打的吗？你打的。这辈子都讨厌碳酸饮料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吐了，别提多恶心了。你看清楚我是谁了吗？刘老师，你终于叫对我名字了。你干嘛？擦药啊。我不要，一个大男人这么点小伤就擦药，传出去岂不是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打过他？我信。那你刚才干嘛帮我？我告诉你，虽然刚才是他占了上风，但是我如果用了跆拳道，哼，他早被我打趴。因为我比较喜欢你，不喜欢他。于老师，你的脸，你脸上有个大蚊子。不行不行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一会儿要是他醒了以为我是色狼怎么办？开什么玩笑，我这么玉树临风英俊潇洒还需要当色狼？说出去谁信？不可能不可能，爱怎样怎样吧，被蚊子咬成猪头也不关我的事。算了算了，涂完就走，谁也不知道，就这么定了。
别动，你可招蚊子了，这全是蚊子，这有蚊子，那儿也有蚊子。你的脸上，嗯，有只大蚊子。哪儿呢？干嘛？守则第八条，尤老师的卧室不能进，不能听，不能看。你让我一个人这样进去啊？啊！等一下，你进去之前把眼睛闭上。又一点哦，又、啊、停，就这儿，水，水，在你右手边，闭上。哦。Oh, you're right.